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我是。嗨嗨嗨！你好你好，哎，树哥，是是是，李安东，哎。是李安东还是萧煌奇？是是是，不要这样吧。墨镜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最近哦，广告代言不断，然后还有跑通告，然后跑这些活动，但是再累也要到苗栗来，所以他的眼睛因此而且他眼睛不太舒服。眼睛不太舒服，所以可能没有看到。我们刚才本来说60000嘛，现在可能有到8万了。哇！我们用拼的好了，用尖叫给林安东一个声音，好不好？好震撼，帅，很爽，对不对？超爽的，超爽的。但是刚才啊，那些艺人啊，都是介绍这个苗栗有哪些好玩的。他从美国回来，可能不太知道。但是我们就不要考他了，好不好？你确定不考他吗？我们直接带他去。我们直接，他那时候很爽嘛，我们直接带他去泰安洗温泉好了，好不好？耶！就今天不要回去了，好不好？你们要去吗？直接去泰安温泉泡美人汤好了，我想这个美人就我委屈一点好了。所以美人汤的意思是这个啊？美人加汤，这样懂了吗？那还是不要去了，是这样子吗？我们还是吃桂竹笋汤好了啊。哎，桂竹笋汤。我们今天有一个考试，我们在今年的系列活动春游山城好事联台台北记者会的时候，特别首场请到林安东，现场也介绍了苗栗的农特产品桂竹笋。对，之前我有玩过。你记得桂竹笋怎么剥了吗？哇，我只有那个剥过。你有没有忘记？对，忘记了吗？忘记。哎，你怎么可以忘记？哎呦，我印象非常深刻，有剥过，可是你怎么可以忘记？技巧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县长教他的，那不然这样，我们再请县长出来教你一次。真的吗？可以吗？好不好？好，来来，掌声欢迎刘正宏县长。欢迎县长，再次见面了。你好，谢谢，辛苦大家，真的真的。你好像饼干店还要瘦一点。哎呀，太瘦了。真的完全讲到他这个人的特点了，真的。他身材没关系，体型忽瘦忽胖。好来，桂竹笋。不过刚才我们现场说这个好东西。刚从台东过来，就坐高铁，然后坐车，然后这几天就是跑一些校园。校园，苗栗的校园很多，也不错哎。对。所有学校在这边吗？对，今天跟所有学校都在这边了，对不对？在一场校园演唱会有8万人的。好嘞，来，现场有话要说。我们的那个小朋友们，我们的学生，你看那么的优质，给我们自己掌声一下。李安东，你有没有看到其他的地方有没有那么优质的学生？我从来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？这么会让人印象深刻的。印象深，这么令人感动了，你看。好，刚刚听那个小树啊，还有美英在跟你讲，那一天你在台北在记者会的时候，我有跟你讲，你有摸过才对啊，这个叫什么名字？芦笋。什么芦笋？芦笋没那么大师啊。不是我讲错。美国人，他美国人什么都大师的。华西阿兜啊。这个是芦笋。阿兜啊，这个不是芦笋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？刚刚他们已经泄题了。对，桂笋，桂竹笋，桂竹笋，再答不对真的要跪了，我跟你讲。桂竹笋，这就竹笋炒肉丝了。桂竹笋，你知道什么好吃吗？汤，汤，对不对？汤煮我们公馆的福菜。哇，还有我们苗栗有生产猪肉，三层肉，哇，还加上我们的吉酱。是啊，要不要马上吃给你吃？好啊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先去吃饭。哇，先吃饭，我的先吃饭前要先，还要先播啊，要先播，先播了以后，先播了以后，等一下结束了，我请我带你去吃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要先，你要怎么折？不是直接对折啊？折啊，你折。真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哎，记得吗？大概上面要这样。哎，那还不错啊。哎，还不错。哎，不错，给他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哇！阿兜啊，可以把桂竹笋来，好来现场示范。
好，来，就这样摸，跟着现场做，有没有？有。OK。哇，现场不只是市政效率棒，连剥桂竹笋的效率也是一级棒的。剥竹笋，不错。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有没有？快快会不会剥？哦，不会剥，我记得。我们从三月份开始都有了啊，到现在都有啊，现在，而且前天我特地到台南去看，一天的生产量大概是7000公斤，7000公斤啊，哇，好吧，好嫩的桂竹笋，是不是跟小孩子在玩那个不是？很见到哎，不，这个等一下我给你拿一下，等一下就请他们煮汤给你吃，太棒，而且这个把它热了以后加工，热了以后热就就不是加工，热了以后还可以。炒我们的猪肉，哇，炒猪肉、okay. 好吃哎 ！All right， 怎么样？我爱吃，你爱吃，那我们就今天弄给你吃啊。好啊，那不能走啊。好，我去哪里吃，你知道吗？去哪里吃？我现在泡温泉，还要去泡温泉。等一下，那里就全部塞住了。你怎么还要晓得？你怎么要到知道是我们苗栗还有温泉、啊？他好想泡温泉哦。对，那你晚上就不要回去好了，我帮你按摩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场潜力没有很大，我有一个井冈山庄，有2间总统套房是我可以指定的。哇哇！你可以留下来好不好？谁敢回去？谁敢？好，今天晚上就睡在苗栗了。我们副县长不错啊。哎呀，帅！哎呀，我们秘书长嘞。秘书长也很厉害。秘书长，哎，我们机长不错哎。哇，每一个都是高手动作。好，我想。不是要听我们的，还是要听你的歌？欸、但是是的，对对对，我有礼物要送你，准备礼物是你，你要请他吃饭，他也有礼物要送给你啊。这个我之前拍了一部电影叫做《爱的面包盒》嘛，然后这个是我的专辑，里面还有一些东西，就是我的专辑嘛，我的新专辑《Wake Up》，然后还有一些单曲。单曲，我知道你很忙，然后你有喝茶的习惯，或是喝咖啡或什么的。喝茶。那这个是个杯垫，上面是我的脸。还有一个菠萝面包，看你开心嘛。你要准备给我们的朋友朋友们小朋友、有没有？对，我们现场有想到大家哎、欸，好像有。我们有准备海报跟单曲，有准备，有准备，有够吗？哦，有哎，有。来来来，有可以有可以。对，这些是送给现场的，所以你看现场多贴心，自己拿还要想到你们，掌声鼓励。那我就等你哦，等一下来吃饭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会通知你。待会见，你不能走啊！好，不能走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县长，谢谢县长。同学，我们的小朋友们，你看自习那么好，真的，自习的哪有意思？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县长，谢谢副县长，谢谢秘书长，还有局长。哇，谢谢。我们跟县长说了，接下来你要好好的招待一下，好好的对待一下我们的同学们啦。那要拿着这一根唱歌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好，没有，我送给楼下这边了。啊！还有，坏掉了。等一下，谁要福袋？但是这么多人要哎，你要怎么办？这么多人要，怎么办？我不晓得，这个应该不能丢吧？通通都有。超值福袋，爱的面包魂的，还有专辑《Wake Up》，还有签名，三个人都有签名哎，对，哇，那怎么送呢？我们问问题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啦，我们一人出一题，然后你们都来选，这样好了，好不好？我选，哇，这样压力好大，真的，那8万人怎么选？8万人的，那我们选喽。啊，你们他眼睛不好，那我们选好的啦，好不好？来，美英谁先问？好，那都可以。那我们就这边的朋友先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好，因为人真的太多了。好，来，这边的朋友，请问您，请问全台湾18乡镇市每一个月都有农特产品、蔬菜、水果的县市在哪里？哇，小树来帮我们选一位回答的朋友。哇，好。我来看一下这边，谁想要？我来选那个拿黑色包包的，好了，好不好？黑色包包。对，大声告诉我们哪一个县市？苗栗是吗？有没有答对了？答对了。哇，恭喜！好，恭喜。那这个，这里对不对？对，这里。哪一位县长
掌声了，八万人一起讲好吗？现场的报名是，好，那怎么选呢？没人选吗？我选。好，我选，我选，我选。脱外套的男生，大声的告诉我，现场的大名是。再大声一点。哇，好尖叫，好好，来来，小心小心。好，大家好嗨哦。哇，那边水起来了，可以吗？谢谢。好，那八万人呢？是，我们刚刚唱了两首而已，还要不要听？要，要不要听？要，再大声一点！要，八万人 ，Wake up！